我回来了，有声音吗？喂，我在跟我女朋友讲话。哦，想说你讲不讲话的呀？我以为你在跟他们讲话。没有没有没有。来看看啊，凡事会有是非之分的人，挺不挺我还不敢单讲，只是认识一场，想激活一下，真棒！你要打 NGIA 啊？都可以 ，AR 是不是对你来说比较舒服一点？是啊。好，那我们打 AR。加加哦，好，我取消了。等一下啊，接个电话。好。哎呀，对对对呀！来个佳佳，问你好友吗？没有，还有什么文字是不是？就叫文字是不是？在按了吗？对，他在讲电话，等他一下好了。OK， 不是还在讲吗？